没有这回事吧？啊、还是说都还没有决定啊？那什么时候会决定？那决定了自然啊，会有先缘的嘛。院长王朱佩呢？哎，现在不谈这个好不好哈？这个都要看这个朱主席自己的这个意愿了哈，而且还最重要是到底最后谁胜出，那么他们胜出的人是什么样的想法，或什么样的一个选择？不排除合作的空间吗？我觉得很多，你跟党主席不合作，那是开什么玩笑啊？